欢迎中国好声音蜕变而出的当红偶像歌手吴莫愁的。Momo 你好，请刘哥跟我们聊聊天。好，聊聊天。Momo， 我知道这一次是你第一次来到跑马地马场。对。你觉得这里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个气氛怎么样？因为我看到你有很多粉丝。对，我觉得大家特别的热情，是不是？对，特别棒，因为今天来到这边就是第一次感觉这样的气氛，非常开心见到大家，希望大家享受音乐。对，那么我知道你参加这个中国好声音之后当上偶像歌手，我想问你，你现在的生活跟你以前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大的改变？其实会有改变，可能会大家比较多关注我一点，无论是音乐上还是生活上，然后非常感谢大家。我知道其实这个唱歌跟赛马运动一样都很用心的，你平常怎么保持你美丽的声音跟跳舞的需要很大的体能呢？其实我的体能不是很好的
但是今天来到这边看到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体育项目，然后觉得自己应该加强锻炼，每个人都应该加强锻炼，有一个好的身体是最棒的。但是我看你很 fit， 太好了，好抓出来的。还有谢谢 Momo， 谢谢谢谢，我们等一下再见。好 ，Thank you， 来个美丽掌声 ，Momo 们，谢谢谢谢。OK， 唔該曬 Momo， 咁 Momo 咧喺第四場之後咧會繼續為我哋表演嘅。That was a great performance by Momo Wu, and she'll be back again after race number 4 to perform for us. But right now, it is time to talk about race number 4. Just so